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湖边，然后你看，在这个湖边是很近的，就走出公园来，然后一条这个大道哈，然后这看，因为是周末了嘛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美国第三大城市哈，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啊，你看这个路哈，上哈，这是车流滚滚啊。是不是？对，这条路也是我经常要走的啊，就是到公园去嘛，就是这样走啊。然后你看这边很漂亮吧？这边呢，从这儿看不到我们家的楼啊，这个它被这座很高的楼挡住了。就是很近，看，因为这么多车嘛，所以啊，这个还是有点这个嘈杂哈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啊，就是这样一个闹中取静。你看这些然后的姑娘们。不然能看到我吗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样子啊。这边过一个红绿灯，大家一般过红绿灯呢，还都是比较遵守秩序。就是偶尔也会有闯红灯的啊，但是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边的这个车呢，他都是车让人啊，就是如果你要是过马路没有红绿灯的那种，你只要人在走路，车他就会停下啊。而且你看他虽然这个车流这么行驶的啊，但是你听到的都是车流行驶的声音，你很少很少有听到那个鸣笛声，很少。刚刚有一声，我都觉得挺惊讶的。你看这边呢，这是两这边这是两个公园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公园，就是公园都连在一起。所以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在这边的情况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就让他来。要到这个专门的那种地方哈，去打理啊，就不是他们自己这个舒服。然后现在这个空气里啊，都是那种非常非常浓的，非常非常浓的那个精液的味道，知道吗？因为就是那种，我就忘了那种花叫什么了，叫那种树叫什么？就这种白色的，好像是叫荼蘼吧。对，就这种白色的，它我们这一带，这个都是这种树啊，就是这种树。我得给捂着点儿，这全都是这种树啊，这种树它的这个味道哈，非常非常的，非常非常的，难以形容啊。但是也有很多人会
会很喜欢这种味道哈。嗯，哎，不过我真是受不了这个味道。你看，到处都是真美，啊，一对对，就我这样一个人在这边，嗯，还是多少有点孤独。你看，对，我就经常就是到这边来这个散步。嗯，对，这个是，这个就是这个密歇根湖。看，看这个花儿，这一排都是这种树。我不行，我得走了，我得离开它了，我可受不了，味道太浓了。我到湖边来，我今天没有带这个毯子，一般情况下我会带毯子，然后也会在这里躺一会儿哈。这边湖边就比较凉快哈，嗯，今天还好，今天也没什么风，嗯，有的时候正常的时候稍微有点风，然后到湖边的风就会更大。因为芝加哥它还有一个名字，就是叫风城啊，真的风很大啊，就是如果戴那种很时髦的帽子，是戴不住的。这种车很贵的，我从来没有坐过这种车，你要很能走。这个到往前面那个白色的建筑，那是非常，非常看起来非常远哈，但是实际上走过去也还好啊。你看，这边啊，真的是就是这样啊。你就看他们的生活啊，就是非常的休闲啊，真的。特别是今天是周五嘛，完了又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呢，又是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了。放学了，下班了，对，这个湖是很大的，它是这个湖呢是美国第二大湖泊，密歇根湖，然后芝加哥呢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。这个第一大城市是纽约，第二大城市是洛杉矶，第三大城市就是芝加哥。看，啊，这是一棵海棠树。是的，是棵海棠。海棠树。唯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海棠是花未眠呐，然后这棵海棠树很漂亮，嗯，然后这有棵，这棵树也很漂亮。所以你看，你中国人，你一般到了这个欧美啊，其实你真是不用减肥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什么肥胖的压力。这个应该，哦，这个是这棵树。这什么树啊？这属于也是海棠吧？对，这应该是垂丝，这个是应该是垂丝海棠，不同的品种。从远处看哈，你看从远处看，啊，多么烂漫的，真的是啊，给大家看看湖哈，到这个湖边上。我特别喜欢这个，它这个湖的话，实际上是从早到晚，它的颜色是会有变化的。嗯，就如果你在傍晚在湖边看的话，一直到那个日落啊，然后呢，就它的颜色都是会发生变化，是不一样的。这边离机场不太远，所以经常会看到飞机。对啊，这就是现在呢，这个美国，所以美国人还都活着呢。嗨，
大家来芝加哥啊。你要来芝加哥呢，一般情况下你到市中心，刚刚这个我走过的这条路你未必会走，因为它是一条那个就是在当地居住的人要走的路啊。但是有一个景点你肯定是会去的，就是千禧公园，会到千禧公园看那个这个云门啊，就是一个钢铁的大蛋，然后呢还会看呢，就是它有一个那个也是一个艺术的建筑啊，就是上面两个并排的那种对立的哈，那种这个大屏幕拼成的啊，上面呢就是各种不同人的脸，然后就不断的变换啊，有哭的有笑的，然后彼此对视啊。那个地方呢我也回头也给大家去录一下啊。OK， 好，我非常喜欢这些歌词，这个湖是我